7月5日到7月9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CCJEXPO 2018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次广州百漫协同本月18日上线的《西行记》动画再次参展 CCG 精心打造的《西行记》展区 A25 将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西游体验。《西行记》三藏师傅、沙星观音等深大力牌，早前《西行记》的全新 PV 已惊艳亮相，一如既往高品质的动画呈现，成功获得广大观众的好评。无论从人物塑造还是场景展现，都可看出这确实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诚意之作。本次 CCG 广州百漫的《西行记》展区主要以动画主题来打造，并真实还原漫画中西游面店的场景，把二次元带进现实三次元世界中，再一次向大家呈现真正的破次元壁。现场还设有大家最爱的沙星观音和唐三藏大法师的人形立牌，心仪两大型男已久的小姐姐们可借此机会上前合影留念。腾讯视频展台、腾讯动漫展台《西行记》签售专区广州百漫的《西行记》，自从与腾讯互娱达成 IP 制作委员会后，一直成为腾讯重点推广打造的 IP 作品之一。在双方强强联合下，本次《西行记》得到腾讯动漫和腾讯视频大力宣传资源的支持，在7月6日上午10点半的腾讯视频展台以及7月7日上午10点半的腾讯动漫展台，我们诚意邀请到《西行记》漫画作品主笔兼作画兼读文嘉宏先生，为《西行记》实体漫画书及精美海报进行两场签售会活动。喜欢《西行记》的朋友记得不要错过了。食物与螺旋远舞曲与百漫同一展区内参展的还有百奥家庭互动02100HK 的两大最新拳头作品，本年度最值得期待新游食物与和 TAPTAP 评分高达 9.6 的女性向游戏螺旋圆舞曲，前者讲述美食背后的各种传闻故事，给少主带来一段奇幻神秘的指尖美食之旅，后者则是让人瞬间穿越至欧洲中世纪，变身贵族小姐，利用巧妙服装搭配引起个人注意，进而体验各种有趣而又刺激的女性剧情。仙文小川展位渡口、仙文小川西行记展位、西行记简体漫画单行本。此外，在本次 CCG 展会现场，已与广州百漫合作出版西行记简体版漫画单行本的仙文小川臂章六展位，也会有西行记珍藏版漫画书出售。目前西行记已出版第一、二卷一到四册，喜欢收藏和阅读西行记漫画的粉丝们记得前去购买了。西行记动画宣传海报在粉丝们的热切期盼之下，最新的西行记动画预热宣传片已于日前发布，随即受到广大观众的支持，纷纷表示十分期待7月18日即将上线的动画片。在本次 CCG 百漫展区中，西行记主题专区特别设有42寸大电视，现场将循环播放西行记最新动画宣传片，以供广大漫迷欣赏。西行记原作漫画基于名著西游记的结局进行了续写，是对经典的继承与升级，这是由香港漫画家郑健和与邓日辉共同创作的东方奇幻题材漫画，讲述举世闻名的西天取经是天庭的一个惊天阴谋。16年后，为了不让奇经再次落入天庭之手，狼妖白狼不辞万难地寻回当年取经的唐三藏师徒，将小队再次集结踏上还经之路。针对西行记的 IP 特质，腾讯影业制定了从漫画到动画、游戏、真人剧等的衍生发展计划，漫画现正在腾讯动漫独家连载，至今全网总点击已超过80亿次，更获得 9.7 分的高口碑。西行记李代林取处本次 CCGEXPO 2018将从7月5日持续到7月9日，期间在上海的小伙伴们有空记得前往我们百漫 A25 展区来支持西行记了。现场扫码关注西行记官方微信公众号，还能获得西行记二次元画风，限量定制只带一个，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广州百漫，广州百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组建于2016年1月，是香港主板上市公司百奥家庭互动 HK2100 旗下控股机构。百漫专注于网络动漫 IP 的孵化与整合运营，百漫旗下拥有《七行记》、《造物法则》、《觉醒者》和《杀道行者》、《
系列四部深受读者追捧的 S 级漫画。